大洗牌，没有了。红色，至于了。测试一下那个冷冻的，桥下有人掉，不想去了。这边掉掉看，好，顺便测试一下冷冻。中逼王了，sorry。我剪线的啦，第一回就中毕业的，够神奇。前面有一只，看到鱼，
哦，好大只鲫鱼哦，要修。好。按照这次的规律性来讲，现在钓这边应该能够闪到派。下午十二，下午有事情。今天有矿的话，就是蛮出意料的钓鱼。